家好，我是主播琪琪，欢迎大家来到大波奇娱乐频道。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，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。谢谢大家。艺人郭碧婷三月接受香港星二代向佐求婚，小两口交往八个月，决定步入婚姻。九月在意大利卡布里岛举办婚礼。他近日现身电影《映后》见面会时，被发现腹部微凸疑似有孕。对此，向佐也做出回应。郭碧婷近日和婆婆向太陈岚一起现身老公向佐拍摄的电影《我的拳王男友》映后见面会，她的婆婆更从头到尾都用手护着她的肚子，婆媳俩互动亲密，她本人也不时出现护着肚子的动作。她更被发现小腹微微隆起，爆出她疑似有孕的传闻。而郭碧婷被拍到小腹微凸的照片后，被网友猜测已经有孕。据新浪综艺报道，向佐接受访问时对此事则否认，应该还没。暧昧的回应再度引来网友热议，应该还没那就是有啦。前三个月不能说到应该还没是什么意思，哈哈。谢谢您的观赏。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奇娱乐频道，请您订阅吧，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哟，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奇娱乐的更新了。一定要记住，订阅琪琪哟。